你若禁得住我三扇，我就把扇子借给你。待我赶上那猢狲，夺回宝扇，为夫人出气。本公主择亲之剑射中之人，几位驸马？皮囊而已，凡夫俗子怎么认得出来？我为守孤而诞生，坏事尽不放。只要那一声口诀，这扇就能长到一丈二尺长短。